可以。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围在坐在地上吗？人太多了是吧？啊，感谢主，哈利路亚！人不够多。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啊？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表示说什么？我们没有传福音。有传福音，圣灵一定动工。你跟你旁边人说，有传福音。圣灵一定动工，一定会有新的人可以带来教会，阿门。感谢主，神如果允许的话，我现在一直在看，这两天在祷告，说神什么时候允许我？我希望我下一趟来的时候啊，不只是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可以陪大家一起走出去，传福音，做一些教导。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啊，在这边很轻松的啊。这个上一些属灵的课程，让大家开始去预备，好明白吗？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好明白吗？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造天造地的神，他是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的神。他没有什么不赐给我们，他把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的，他有什么不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奉他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讲，去行事为人，我们都要经历神荣耀丰盛的同在，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听懂了吗？一个阿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扬他的名的时候，我们都要经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身边，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事物。阿们。你懂了吗？感谢主。我们同时不可以忽略的一件事情，有神就有什么鬼，害怕啦？哇！有神当然有鬼啊，有真神就有假神。美国是假神运行最大的国家，韩国因为基督教兴旺，然后呢，假的。异端甚至于各种有机会混进去的通通都在里面。今天如果美金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货币，如果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所以就有许多人什么仿制美金，对不对？所以有这个国家仿制的，那个国家仿制，哪一个仿制的最像的不知道，但是呢，一定会到什么美金流通量最大的地方去使用，鱼目混珠。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去清楚明白，除了我们相信的神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个工作，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啊，我鼓励大家，鼓励大家用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方式。最简单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祷告，就是行走祷告，就是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就像是使徒保罗所教导的，我愿意男人随伸手随处祷告。那么也许你不方便伸手，你不要伸手，但是你可以随处祷告，随处祷告。刚才我就跟这个 Jackson 来的时候，那其实很奇妙，圣灵就感动我。在路上我就问说：“我说我来马来西亚，我的这个感觉上蛮好，就没有看到庙。”他有在教会旁边就两家，啊，就是在来的路上神就感动我，就问这个问题。然后呢，就开车就经过就看到，看到我几只鞋子脱了，我走进来，我讲说：“嗯，要出去做一下这个。”洁净祷告，感谢主，我是列国的先知，
阿门。我们都是列国的先知，你在母腹之前神就拣选了你了。 Amen。 你可以旁边人说，你在母腹之前神就拣选了你，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哇，这声音小下去了，听到说立你做列国先知就小下去了。你告诉他吗？眼睛看着他，神在母腹之中就拣选了你，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一章，从第四节一直念到第十节，好吧？他打出来第一节，我们就开始念第一节吧，全部都要念，大声念，好不好？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啊！来，一二三，开始念。喜不喜欢啊？有没有看得很高兴啊？有没有进去转一圈摸一摸的？为什么没有进去？啊？不喜欢哈、啊？但是你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神的同在，你不喜欢。我告诉你，神也不喜欢。但是你不要躲开，你跟你旁边人说不要躲开，神给你智慧。我们要去拆毁它。感谢主，已经有一个阿门了。阿门。那个锄头啊，锤子，我们准备一下。有没有啊？怎么拆毁、啊？拿墙壁，拿什么？拿什么拆毁？神的话。神的话。感谢主。那你们有没有去拆过、啊？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没有的举手。
很多都有啊，有去拆毁的请举手，有走过去用神的话语拆毁的请举手，这举手就高点，下次算举还是没举啊？有用神的话语去拆毁的请举手，好，一半而已啊，放下来。那没有用神的话去拆毁的，神给你的权柄你不用会过期哦。神给你，你用了，他还要再加给你，阿门。让你的福杯满意，恩高满意。感谢主，保罗牧师对这方面蛮有经验。圣灵呢，很奇妙的，十几年前带我就开始，我在基督教青年使命团。Youth with a mission， 知道吗？马来西亚应该有吧？有没有？青年使命团有没有？有没有？知不知道？哎，你们这打乒乓球，球打过去都不打回来。基督教青年使命团有没有听过？有。Youth with a mission， OK， 这个 Youth with a mission 应该是现在就是所有年轻人宣教团队里面所有全世界最大的施工，就是他们。他们在全世界在170几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基地，在阿根廷他们大概有6-7个基地，那么我是在总部帮他们上课，每一次他们要来亚洲宣教的时候，我就去帮他们上他们三个月的课，就上一些什么，上一些你要认识亚洲文化，亚洲的文化是什么，用筷子啊，庙啊，拜拜啊，然后呢，亚洲的这些男人有的不是很那个，就喜欢色情啊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让他上一个文化的宣教课程，去在出发之前他们就可以开始祷告开始进食，甚至他们要去准备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就带他们到 Chinatown、中国城、因为国外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有中国城了，三藩市这个纽约英国伦敦通都有，阿根廷也有，那这种中国城一聚会的时候都是10几万人，因为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人的这些传统的文化饮食各方面等等，那么也有庙建在中国城里面。十几年前神就感动我，就做了一个我认为是应该没有传道人做过，那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就是有感动，我要带这些年轻的宣教士去庙里面参观，唐牧师同不同意啊？很多牧师不同意的，我自己本身也不同意，但是圣灵就这样感动我，然后我就打电话跟庙里面约，我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明天要带一些外国的宣教士来这里参观，说欢迎欢迎，外国的宣教士是哪一国？他们在干？我说他们要去中国宣教基督教的。那他为什么要来我们的寺庙参观？因为中国啊，亚洲有很多寺庙，那他要去中国之前，要让他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风俗民情文化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到贵寺庙去参观一下，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这种信仰，方便吗？我问一下，过来，方便，欢迎你们来。我们就第二天就约了就去了，因为去了太多次，我现在大概讲第一次、第二次的经验，就十几个年轻人都很兴奋，年轻人年纪大的都不会去的，就很兴奋。然后呢，就去了。在门口我们就整装待发，然后祷告完洁净祷告，披戴耶稣基督主耶稣宝血遮盖，从头遮盖到脚，反正祷告每个人就祷告了，很认真祷告完就进去了，进去了，然后那个大师傅，那个就是寺庙里面的方丈也好啊，总管也好，大师傅就在那，他已经在那等我们了，然后就什么双手合十啊什么之类的，那旁边呢就有一个小沙弥就准备了帮他翻译，为什么？这个老师傅啊，他是不会讲西班牙语，但年轻人呢是会讲的，那他就这个
用他的这个术语啊，就讲了一个这个打招呼的话啊，我们这边就不用讲了，你们大家就知道了啊。然后呢，他旁边人就翻译，就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佛教的礼仪啊什么的。然后那这些外国小孩就说啊、哦、，Hello， 我来古巴斯塔，就是上去要去抱他有吗？你看神很奇妙，就用一些年轻人，就是出生之度不畏虎的这个年轻人，要拥抱这个和尚，拥抱这个师父，或者是跟他握手，没有人用这种方式的，因为我们华人是懂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会去有来往，所以也不可能去跟他握手。但是神，罗马书写的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神也不是外邦人的神吗？神也是和尚的神啊，神也是尼姑的神啊，只是和尚尼姑没有听过福音嘛。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拔除那谎言的灵在我们的身上， Amen。 谎言的灵离开，你跟你说，跟你旁边人说，谎言的灵离开，谎言的灵离开，没有谎言的灵。和尚也需要福音啊，你知道吗？他们就问了啊，老师好，还有讲几句中文啊、哦，他就说啊什么阿弥陀佛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解释了啊，请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什么什么观音啊？他叫什么名字啊？他们是先生太太吗？他是他的爸爸，他是他的妈妈吗？就问了一大堆问题，一下子男的问，一下子女的问，那年轻人都很活泼，很好奇，但是他是真的问的。难道你们都没有问过圣经里面这个约拿记吗？然后这个约瑟吗？你都会问啊？为什么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然后他都没有说什么话呢？为什么保罗？你会问圣经故事里面的人呢？一样的道理啊！年轻人，难道主日学我们没有问吗？约拿被大鱼吃掉了，妈妈那是什么鱼？你都会问的嘛？吃了好大的鱼哦！这些小朋友他就去问了。请问老师，不是要叫方丈，要叫师傅，请问师傅，por favor, ¿cómo se llama? ¿Este y este? ¿Eso son matrimonio? 他们是夫妻吗？这样子怎么样？等等，就问他，问了一大堆问题。这老师傅看说，哎，好了好了，你们这些外行人，小徒弟你招呼就可以了。那小徒弟他也会讲中文，也会讲西班牙文，意思就是我这些。我这个老师傅，我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一般见识了，我走了，你去照顾就好了。然后呢，感谢主，我们说他生气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神开始做工。这个小沙弥啊，老师傅一走，小沙弥他就来问了，他问你们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没有人跟他讲过啊，所以就在那圣殿之间呢、啊。就是很大的金的佛像，三尊佛像，然后一大堆小佛，里面是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在那边。我们就在那边告诉他，我们所信的神是造天造地，创造宇宙万物，又造了人类，造了亚当，造了夏娃的神。但是因为人犯罪了，等等，从创世纪开始，很快几分钟给他讲完。哦，那是西方的故事嘛？那是人类的故事，不是西方的故事。可是我们不可以信的。可以信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愿意相信的。我也可以信吗？我是中国人，我也可以信吗？我是和尚，我可以信？可以的。就在三尊大佛的前面，佛教寺庙的中间，带他决志信耶稣。你们要欢呼啦！掌声太响了。这小和尚太开心了，他说：“哇，我没有听到这个，你看，这个太多礼仪，早上几点就要起来，要跪在那边，要拿香，要换水。”他说：“有一次忘了换，好像也没怎样。”所以其实他是被捆绑的。OK， 那么那一次以后，我觉得神就打开我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就今天我们常常说啊，这地方我不要去，我不想去，但是神说他也需要，问题是你怎么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还有神就有鬼，
有人拜神，有人拜鬼，他们拜的就是鬼，他拜的鬼你要去拆除他，你不是用推土机，你不是用挖路机，不是用这个啊锄头去把它打碎破坏掉，不是，有这种家里的我可以去拆，我可以给你们看我很多资料，我去拆偶像拆石坛，但是这个庙里的你要尊重他，不应该去用这种方式，但是神给我权柄，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拔除拆毁坏情妇，还要建立。弟兄姐妹，我现在要谈到的就是拔除拆毁。所以当我们去一个这种黑暗权势拜鬼的地方、叫鬼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祷告，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而且弟兄姐妹，今天基督的教会设在这里，如果有这些外邦人偶像在这里，神的名不能得到荣耀。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的灵会搅扰我们。拜鬼也有灵啊，这里有没有经历医治释放这些？有啊，他为什么会被捆绑？你看到哪个邪灵在他身上，你看不到的，但是灵就是看不见，他躲在里面，所以这些偶像都附着邪灵。我们要奉主的名去拔除他，去拆毁他。我希望今天神把这一块迦美之地量给我们，神把这地图量给我们，我们要把这地图的所有的主权要夺回来。 Amen。 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该做的是，我要祷告，我要进食，我要拔除拆毁。我同时我要鼓励你们，我要鼓励你们，让圣灵去感动你。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可能要进去，你说和尚叔叔你好，还是和尚伯伯你好，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我可以跟你问一个问题吗？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两个人，你说我们是哪个中学的，我们在做报告，请问你相信的神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的，他们很可能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做这件事情，他在一个宗教的仪式、宗教环境里面，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他从哪里来，甚至于这是一群什么神棍，靠着这种做生意来赚钱。我刚刚过去看到，我第一次看到，但是我想应该不少，竟然还有刺了青的，身上刺青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法师还是和尚，我都完了，这真的是已经离谱到这种地步，还竟然有三个女孩子在那边跟他这个consulting 谈话。我们要奉主的名拔除拆毁这些黑暗的权势，在这里影响我们的地图。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不用低头，抬头挺胸的祷告，奉主的名把手举起来，奉主的名，神立我们做列国的先知，我不但是列国的先知，我也是本地的先知。阿们。我们就开口拔除拆毁，奉主的名拔除拆毁，开始，每个人都开始祷告，开始祷告，我奉主的名拔除拆毁这些恶者的秋坛，外邦人的秋坛，这些拜假神拜鬼的秋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拔除拆毁，拔除拆毁，主啊，这块地图是你量给加略山教会的，你量给加略山教会的，量给加略山教会的。神的话就是光，神的话语来了，光来了，黑暗降临去。我宣告，无权、无份、无势力，离开，离开。你有脚不能讲话，你有口不能说话，偶像算不得什么。奉主的名拔除你，拆毁你，
今天你是爸爸，爸爸有没有女儿？几个女儿？多大了？啊？一个八，一个十。来，过来。你有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十岁。你看啊、哦，我猜想，你看爸爸这么帅，那女儿应该也是很美丽的哈、哦。假设有一个坏人，有一个坏人要靠近你女儿，啊，坏人，来，你弟兄，为主得名受辱没有关系的，做一个坏人，来，拿一个做女儿。女儿来一个，这个你戴眼镜的这个来，你们两个做女儿，十岁小，没关系，来，快点，你们两个女儿在这边坐在这边，好 ，OK， 坐在这边，这是坏人，你是爸爸，你在那边，好，坏人，你先慢慢靠近他女儿。靠近他女儿，你是坏人，你用坏人的样子，坏人是什么样？快点靠近女儿，快点！我们是在录影的，你不要浪费时间好不好？来，坏人靠近，一二三，靠近，看过来。这个坏人还有酒窝的，不太好。那你这个爸爸也没用，你还在那笑。坏人靠近了，哇，你这太友善，还把他抱出去了，牵住了，懂这意思了吗？弟兄姐妹，你不要让这些邪恶的、黑暗的靠近我们，与我们并存。我们不要让他与我们同住，因为我们在敬拜神，他们在敬拜鬼。今天这属灵的征战一定要得胜，一定要祷告。神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你知道在台湾啊，台湾现在槟榔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这槟榔啊，牙齿口腔癌，但是被捆绑。我带原住民的年轻人啊去祷告，我就站在槟榔树前面祷告，我们奉主的名，我们不能砍槟榔树，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拔除拆毁。3个月以后，市政府下公函，补助，如果你不种槟榔的话，政府要补助你多少钱？槟榔树全部砍掉。阿门！掌声献给神。坏人，你敢靠近，再来一遍，爸爸回去。啊，你们两个女儿在那边玩。好，坏人靠近他，坏人开始靠近。坏人来了，你们要大叫啊！坏人来要大叫啊！对不对 ？OK， 这就对了。好，谢谢，掌声给他鼓励。弟兄姐妹，请允许我告诉你们，因为你们天天住在这边，你们已经习惯了。你跟你旁边人说，你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但是是错误的。神使用我们。我们的敏锐度是不一样的， Amen。 这段经文我希望你们每个人记得。然后呢，我们来教会之前，我们可以多花3到5分钟去走一圈祷告，经过的时候跺脚，奉主的名斥责你，忏悔你，对不对？神就允许你们要看我带一群外国人来，我们就要进去了。你们进去就摸摸他了。我说，哎，外国朋友他们很好奇，可不可以让他们拍照？哎，他们一定说可以的。然后外国人就进去就摸一摸 ，In the name of Jesus, I repent you。他是听不懂。你知道我们到香港就是这样的，我们香港庙街的时候，我就带着外国人宣教士啊，然后一个一个我们就奉主的名宣告斥责，宣告斥责。台湾的庙宇也是要带着这些宣教士就进去了。你要利用跨文化的优势，
然后呢，你不用这个张牙舞爪，你很绅士，我奉主的名斥责你，奉主的名斥责。所以他们看说，哇，你外国人好喜欢我们中国文化。你说，哎，我来上学，马上被他赶出去，懂意思吗？智慧，跟你旁边人说智慧，上帝给你智慧。我带人去捡垃圾，所以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人叫我捡垃圾的牧师，然后就不来听我讲道，说这牧师捡垃圾有什么好听的？结果捡了两次，大家都爱上我，越捡越开心。真的？为什么？你捡垃圾啊，你去弯下腰去捡垃圾的时候，你弯下腰的时候，你内心的自私、骄傲、冷漠已经出去了，你愿意把别人丢的垃圾把它捡起来。我们带年轻人出去捡垃圾，我们在台湾，我们到处捡垃圾，我们到庙宇的附近捡垃圾，奉主的名斥责你，奉主的名斥责你，垃圾，垃圾，看不见的垃圾，看不见的垃圾全部要捡起。哎，我们一边捡垃圾，我们一边在祷告，人家能说你什么？我是来做环境清洁工作的。神给你智慧，神给我智慧， Amen。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段视频给他们，让大家来看看，有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习以为常就你已经习惯了，但是神他不喜悦。但是呢，好像因为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明白，神在他的时间到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发出了亮光，我们的耳朵就打开了，我们的心就打开了。Amen。 这是一些属灵的教导，属灵的教导就是去讲一些神秘的什么原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属灵的教导是让你可以去实践。看这段经。
很多牧师为他祷告过，对不对？瑞瑞云，我没有一百个，也有十个。那为什么今天是保罗牧师？属灵的敏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列国的先知，我在做跨文化的工作。先知在他的家乡不受重视，还有先知在他的家乡被蒙蔽，习惯了，对不对？习惯了。为什么耶稣没有拣选那十二个身旁的使徒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因为这些人已经习惯在耶路撒冷就是跟犹太人在一起的，他们也不需要，也不屑于，甚至于不懂怎么去跟外邦人接触，所以一天到晚就跟犹太人在一起。因为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所以神就预备了什么？一位叫大树的扫罗。 Amen。 你们看见这个见证，你们就去思想，有太多你身边习以为常的事，但是神不喜悦。继续，
那已经信的许多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我跟你讲，很多信主的人 不承认他以前所行的事，他不诉说所行的事。我信主了以后啊，我把我以前所行的事，我通通坦白承认。以前我很爱女生，我很爱钱，我很自私，我很骄傲，我全部都通通都承认。我以前是罪人啊，承认，承认什么？他就不能捆绑你。你还会不会受到一些诱惑？会。你看到这个不是你的东西，你还是有点想去拿。会。但是你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了。你看到很漂亮女生，会不会多看一遍？会。但是有圣灵警告你，不能再看了，可以看一次了。你看到警察，你想说我来贿赂一下？嗯，不行，贿赂。有圣灵在你的里面。Amen。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过，一切都是新的，按新的方式来过，按基督的样式教导来过，带着权柄，带着圣洁的能力，带着信心，我们来过新的日子。 Amen, Amen。 已经信的许多人来承认诉说自己行的事。19，平素行邪术的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弟兄姐妹，50000块是多大？50000块是多大？多不多？我查了一下，牧师也不是全部都懂，我又不是电脑，我也要查。神感动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感动到了，赶快去查，慢慢查，查出来。大约是这样子，50000银元，就那个时候做工一天得1银元。今天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你不要算最低的，也不要算最高的，大约是多少钱？大约，假设100马币，啊，算整数嘛，40/5入，7就是40/5入，假设100马币，50000×100是多少？500万吗？你跟你旁边说500万马币，多不多？非常多，非常多。但是呢？神的真理最大，使我们得自由。你信了主以后，你这些都不能再捆绑我。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还有多少捆绑你的东西，你暂时先不要说。等一下我要为你祷告，明天全部要带到这里来，焚烧掉。是的，弟兄姐妹，这位弟兄信主4-5年，有这么多的牧师为他祷告，他在教会里面这么爱主，可是他在真理上面被蒙蔽，也就是什么？他习以为常。你跟你旁边说，你不要习以为常。你再问问他，你昨天有没有来？昨天没有来的请举手。昨天没有来有这么多人哦。请你们站起来，昨天没有来，请你们站起来。好，拿着你们手上的东西，拿着你们手上的东西，现在搬家，离开你原来的位置，然后不可以跟同样人坐在一起。现在这是一个命令，没关系，那都不管。现在搬家，现在把你的东西拿着搬家，换另外一个位置坐，不可以跟同样人坐在一起，不可以跟同样人坐在一起，也不要坐同样一排。前面第一排很多人可以坐，这边有火，你不要拉别人坐，自己坐，不要跟熟悉的人坐，不要跟认识的人坐，对，这就叫做搬家，你就不要习以为常。好，你现在看看你旁边的人，你是不是原来的人？是不是原来的人？不是了哈，感谢主，我们掌声鼓励他们今天属灵的搬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属灵的搬家。 Amen。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与罪共同生活，我们觉得很习惯。这位基督徒企业家这么爱主，但是可能没有牧师到他教会去，我不知道，没有到他办公室去。我一进去我就不舒服，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心中很确定，我说
我认为神的道是不能混杂的，神他不悦纳跟这些世上的偶像财物捆绑的事摆在一起。你一个十字架怎么会跟这些东西在一起？那你不弄个弥勒佛在这里？他一听马上很快。所以蒙福的第一步就是顺服的行动， Amen。 这段教导让我们看见，当这些平素行邪术的，就是以往你曾经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还跟以前的女朋友的相片还是男朋友的相片在你家里面。我以前就有，因为我以前没有肚子，我在跑马拉松。我的女朋友是台湾小姐，是排第几名的，所以我说啊，这相片很有钱。所以有一天我太太看到就说，嗯，你现在是神学院在念神学，神话语出口，你认为这些相片容神一人吗？哎，过去的事啊，也没干嘛，我又没放皮夹子里，它不在你的皮夹子里，不在你的包里，在你的心里。今天神要除去你心中一切污秽偶像，是你不知道的。我要奉主的名斥责一切谎言欺骗了你，蒙蔽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谎言被拆穿了，谎言被拆穿了，谎言被拆穿了，明天全部要拿到这里。不要笑，这就是行动。当我们有这样子平素行邪术，许多人把书拿来，不管它有多少价钱，拿出来以后，主的道就要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Amen。 Amen。 我们一起念二十一二三。很没力气，我们今天不念大声都不准回家。再念一遍。让圣灵来感动你们，把家中甚至于现在你身上有是神所不喜悦的，你知道你愿意把它交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话是活泼有力的，就像两刃的利剑已经刺进了你的骨髓里了，要把那隐藏的、隐瞒的完全显现出来。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宣告、祷告，成了。神的灵要释放你，使你得自由。Amen。Amen。感谢主。一个人，你们现在有谁心中有感动，家里有什么东西的举手快，我 只有一个人的时间，有没有？这边有没有？都没有啊。来，赶快快快快坐这边啊。还有偶像，什么样的偶像？欢迎偶像。来，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的姐妹，神的真理使他得自由，要把那偶像除去，所有那偶像带来的教导、偶像带来的欺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无权无份无势，要除去。 Amen。 你心中有没有平安，自己把它明天弄个包带到这里来。心中有没有平安？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不要客气，也不要不好意思。没有平安，我们就请教会的牧师。我不知道你家，你不要说住在印度尼西亚，我都没办法去。住着近住着，你心中有没有平安，自己做，没关系，不要害怕，也不要说要面子，说我可以。我跟你讲，这是属灵的征战，
啊？他的先生的，那你要不要把他除掉呢？不敢除他。那你现在，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你祷告，圣灵如果感动你，你就开口跟你先生说，我不要这个偶像在家里。如果没有感动，你就不要跟他说，你就回去破除这个偶像，奉主的名破除他，然后就拿个什么盖在上面。弟兄姐妹，他不能与你共存，他不应该与你共存。我问你，你现在爱不爱你？先生爱不爱你？爱你。你有没有检查过他的皮夹子？你尊重他嘛，你也爱他，那他的皮夹子可不可以有别的女人的相片在里面？可不可以？不可以嘛。哎呀，那是以前小学同学了，我管你是小学同学还是阿嬷，不可以有别的女人，你不可以有别的偶像，对不对？在你的家里不可以有别的偶像，你要开始祷告洁净。 Amen， 请坐。好，我们来帮助他。好，好，这边有没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年轻人？有没有？有没有？好，没有。 OK， 好，我们今天我想，下面我要跟大家谈，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意向，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些人生中的意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间应该要有一个意向来带领我们，这个意向是神给你的，起初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很清楚，甚至于不是很有把握，但是呢，神会借着不同的环境或者是人或者是牧师去提醒你，这个意向是神所给你的。你跟你旁边说，神给你一个意象。神给你一个意象。神给我们意象。神给我们意象。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在圣经中间，我们可以看见旧约圣经有一个领受神意象最有名的人是谁啊？信心之父是谁啊？亚伯拉罕。他领受了神在那焚烧的荆棘，焚了不毁的荆棘的意象，对不对？英文是，哦，对不对？摩西 ，Great Vision，Great Vision， 英文是 Great Vision， 就是大意象 ，Vision， 看见哇，这个火为什么燃烧，它不会毁坏，所以它就靠近。神用意象对我们说话，神用意象吸引我们。神用一个意象来提醒我们。意象，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也经历了一个意象，谁啊？大树的扫罗。跟你旁边说，大树的扫罗。大树的扫罗。大树的扫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大马色的路上，在使徒行传后面有一段，他写的说：“我没有违背那属天的意象。” Amen。 意象会带给人一生方向的转变，价值的转变。基督徒最危险的不是你犯了罪，不是你在外面做了什么神不喜悦的事情，基督徒最危险的是温水煮青蛙。我们
在这个宗教的环境中间，我们觉得做得很好，不知不觉就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这样子啊，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意象，就变成了什么宗教徒，就变成了不冷不热的宗教徒。不冷不热宗教徒不但对自己很危险，对教会也会是一个拦阻，因为新的人进来啊，神祝福你，这是感觉得到的，你不冷不热，一个带着这种对灵魂有热忱的人，不会不冷不热。看到新人来，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姓什么？你请坐。哦 ，Hi, how are you? My name is Paul. Have you seat here? 哎，我帮你，你就会去靠近这个新来的，你就会只想说你要什么。我们重生得救，基督就是我们的至宝，其他的我们根本都不用求，根本都不用求，因为神他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来到教会敬拜赞美，他的祷告一问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去哪里？阿们。但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说，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是什么？他来教会，今天谁啊？又是唐牧师讲到啊，又是唐牧师唱歌啊，嗯，不冷不热的，皮包就放在那边，人家来也不晓得要什么，然后坐下来，有人抱个小孩也没看到，我就坐这，我喜欢坐这，习以为常。我们需要异象，异象在旧约圣经中间，神借着异象，一个焚烧中的荆棘，来让摩西看见，他就被神使用，成为改变整个以色列民族中的一个留在历史上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圣经不用再新写，那圣经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减，是神的话语。可是神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间还没有结束，有一本书叫做《生命册》，你跟你旁边人说《生命册》，是你我要写的，你所说的我所说的都记在那生命册上，感谢主。所以我们也在写一个历史，问题是你说的讲的些什么话都记在上面，你的不冷不热也在上面，你的抱怨也在上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马拉基书，对不起，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多我们谈些什么？马拉基书最多教导是什么？啊？没听见？十一奉献。你们一讲马拉基书，你们就想说刘王牧师要来讲奉献。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今天不讲十一奉献，我们要讲十一奉献之后的教导。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来，我们一起大声的念。
回到第，可不可以把十三节到十七节浓缩成一个 patch？ 我们再念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我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OK， 好好，谢谢。哎，这反应很好啊，立刻拿过来。你看这段经文讲的，我们想说哇，顶撞耶和华神，好大胆子！你跟你旁边人说，好大的胆子！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顶撞神，不知不觉我们就顶撞神，侍奉神突然的干嘛？又是禁食祷告，哇，又要传福音，又要发单张，又要站在那边。你已经在顶撞神，你跟你旁边人说，请不要顶撞神。请不要顶撞神。顶撞神的仆人也是顶撞神的。跟你旁边人说，顶撞神的仆人也是顶撞神。看得见的神的仆人你都敢顶撞，那你看不见的神，你说真有神吗？你不太在意，你想说他可能不知道，他没看见，所以你不是相信一个全能全知全在的神，神全部都知道，神全部都知道，全部都知道，所以不要顶撞神， Amen， Amen。 不要顶撞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会不会做错事啊？那怎么办？谁管教他？没看见神啊。然后说神会管教牧师，都没看到他管教牧师的。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非常严厉的。神立了他做我们的牧者，神要向他收账，他有没有好好的教导你？他要交账，神要向他收取的账，但神也要对你来收账。现在圣经让我们很警惕的去看马拉基这位先知，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献祭，你们的仪式，你们已经不耐烦了。感谢主，我真的是觉得我这次来马来西亚，我对神允许我不说谄媚的话，说好听的话。我觉得我对教会蛮有信心的，在许多其他地方的教会我很痛苦，滑手机的，进进出出的。我有一次我一直都没讲话，等到教会全部安静下我才讲。我说请问你们以前有去过庙里面的请举手？怎么牧师来问人家这种问题？我说没关系，你们举手知道一下，几个人就举手。我说请问一下，你们以前记不记得你们以前在庙里面拜拜的光景？那怎么会记得？哎呀，来，我们去拜拜哦！啊，我进来进来，来拜进来拜进来哦。没有，你进庙里面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你今天怎么来这边？又在滑手机，又在嚼口香糖，啊，这边又在干嘛？在恩典中间堕落了，你不自知，顶撞神，又唱这条诗歌，好难听哦，又在讲十一奉献，又要传福音。一个站在夜市那里去，哎，换你去了。
有效吗？饼状是你们用画饼状，我明白说我们用什么画饼状的你。你们说狮子人是突然的，站在夜市是突然的，发单张是突然的，即使祷告是突然的，得这些有什么益处？这是马拉基先知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用嘴巴称赞神敬拜神，你的心根本就没有称赞神，没有赞美神，你这些没有心受割礼的人。所以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为你每个礼拜都有到教会，你以为你十一奉献了，你以为你是基督徒，你会唱诗歌了，你懂了圣经从前面到后面了，可是你是在一个宗教环境里面周而复始的循环，你根本就没有爱，你照样在外面考试作弊，你照样吐一口痰，照样插队，照样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口中说的话都是几乎跟外邦人差不多，去的地方也差不多。所以神说，在旧约圣经就警告他的子，所以先知性的话语是来做警告的，是来做忠告，是来做劝告的。如果警告、忠告、劝告都没效的时候，神的管教就来了。但是感谢主，我宁愿被神管教，而不要被撒旦来伤害。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你看这句话多严重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也就是说什么，这是一群认识神，在圣殿中，在教会中有服事的人，可以这样说，敬畏耶和华神的人，他们彼此谈论，哎，有效吗？啊，过来啦，又要再一次了，啊，好像上次没几个人来，我上次买那双600马币的鞋子，就出去站了一身，哦，歪了，现在黑了，脏了，发了那么多单张。那人手好脏哦！你很多事情，你在彼此谈论，既贵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怎么样啊？耶和华怎么样啊？弟兄姐妹，你真的彼此谈论的时候，耶和华神是侧耳听的，他听得很痛心啊，他听得很痛心，你的这些批评，你的这些论断，你的这些顶撞。且有纪念册在他前面，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在我所定的日，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告诉大家，我们的口被神高抹，我们的人在母腹之前就被神拣选。我们要在神的国度里做他列国的先知， Amen? Amen。 所以你的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神也除了正面性的鼓励我们以外，神也借着神的话语来警告我，你不要去私下的议论，彼此谈论，以为神都不知道，顶撞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阿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问问题，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在真理中建造我们的生命。今天你在马拉基书中间清楚地教导我们，不要掉入像以色列子民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述说的，用口来侍奉神，但是他们的心完全离开了神，甚至于他们有话来顶撞神、抱怨神。
主啊，你是侧耳听我们祷告的声音，你也听见许多我们不造就的话，不讨你喜悦的话。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圣经真理释放这一句经文教导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纪念册，你常常侧耳听我们，我们讨你喜欢的话，不讨你喜欢的话，你都听见了。我们伤了你的心，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你记录敬畏耶和华的人，思念你名的人。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敬畏耶和华、思念耶和华神明的人。圣灵，谢谢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应该是到十点结束吗？有没有讲错？没错，可以晚一点的问题。你们有人要看起来还要离开什么？我都没有问题的哈。我想，这两天我们有一些算是课程交流啊，我希望跟大家有一些这个回应。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们的？辅导一下男女朋友问题、婚姻问题、找工作的问题、侍奉的问题。如果通通都没问题，就全部都跟我去宣教了。啊，有没有问题啊？啊，已经有一个啊，你要问什么？啊，好，麦克风，你叫人家来，你先问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过来，你一定有问题。你没有问题，那就跟我去宣教了。来，你想问什么？你今年几岁？28。哇，你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都吃榴莲吃的这么年轻的？没有，就是手指很高。哇 ，OK， 你这么多很高的感觉，那大家跟我去宣教了。还有点负担。还有什么负担？你第二个华神在倾听哦，有什么负担？加给神听听看。家庭的负担。家里的负担，圣经上不是说你把家、把父母、把妻子、儿女、财物全部都留下来，背起你的十字架？有一点就是，就好像说要孝敬父母嘛，所以就那边就有点误解了。你的父母比神还大。我不是你的牧师，我不方便对你讲太多那个，让你太有压力的话。但是你如果圣经再去看一遍四福音书里面如何背着你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你会发现父母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但是他是在神之后，不是在神之前。以前啊，他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你们大家的问题。你注意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百善孝为先。你不要跑，这是中国的传统的问题。孝，我是长子，我离开家30年，我根本就没有孝敬家里面，所以我是非常不孝的。我又信了耶稣，我们讲电话讲了大概10分钟，我妈就会跟我讲说：“你还有别的讲？别人讲的话我就挂掉了，就不要听。”然后我们全家第一次大团圆，我跟我妻子、我儿子、我女儿一起在加拿大跟我父母亲全家大团圆。我的弟弟在德国，我的姐姐在加拿大，我们住南美洲。我父亲母亲从台湾到加拿大，让我们全家一起聚合大团圆。第一天团圆，第二天就翻脸吵架了。习惯不一样啊，这个要进食，那个要祷告，这个又是什么，完全不同啊。那属灵的征战呢？可是今天我知道我是爱神，我也爱我的父母亲，所以在真理上面，我就祷告求神，让我能够不妥协，可是可以不伤到他的心。你有没有向神祷告？你只想说：“哎呦，要先
讨爸爸妈妈的好。你有没有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给我智慧，让我不伤父母的心，也能够讨你喜悦？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没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不伤父母的心，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敬畏神，不伤父母的心，做讨神喜悦的事，又可以让父母的心不受到任何的恶者的欺骗。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我在两年前，你还要问什么？我在两年前在广州遇见了一个广州中山大学硕士英语系硕士班毕业的大学生，水平怎么样？水平怎么样？高不高？我第一次遇见他，还有其他几个年轻人，圣灵就感动我，对他发预言：你要去念神学院。啊，不可能的，牧师。英国爱丁堡大学，我的，英文文学博士的奖学金在等我，要去念。我父母亲也没信主，不可能的。我们家没什么钱，我有奖学金，我一定要去英国念书。我说那你就祷告吧，我就离开了。两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广州，他在等我。他说他两个月没睡好觉，是真实的。然后就问我说：“牧师，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我讲什么？我忘掉了。”我不知道，我跟那么多人讲过吧？然后他就讲哦，说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什么地方碰到你，那是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动，因为他是河南的，中国河南，河南家庭教会是很有名，但河南家庭教会有名的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祷告，他们清晨，他们爱主，在这个三四十年前的这种，起初的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可是河南家庭教会没有在这种真理上面有更多的追求甚至于扎根，所以他们很多就是很会方言祷告啊，很会敬拜赞美，可是在真理上面就不是那么清楚。那么信主的中间呢，就是年纪大的越来越多信主了，可是年轻人就不信，因为他不喜欢年纪大的那一套。那神就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说河南要出年轻的传道人，而且对真理是清楚，有权威性的清楚，不是那种随随便便野鸡学校出来的清楚。所以我的感动就是他要在美国念神学。OK， 为什么在美国念神学？这太长就不讲了。那就这样感动，那我就告诉他，但他就不接受。OK， 两个月以后他就问我，我就说那我们就再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就是给你智慧，让你的父母亲，如果你现在也觉得这是神在呼召你，那你就要祷告，让神去感动你的父母亲，而不是你去跟你的父母亲大吵大闹。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跟我讲，这个姐妹呢，她就神非常非常的祝福她，很难看到有人这么样的顺利的，就她一起开始有阻挡，可是后来神的话一给她以后，她就很顺服。这女孩子后来她跟我到台湾，跟我到日本去做短宣，她没有经济条件，可是她就愿意做。她说我感动神让我去参加这个宣教活动，我没有钱，但是我要祷告，神就供应她到台湾到日本短宣。然后呢，她两三个月以后呢，她就跟我打个电话，她说牧师，我要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他说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家。我说干什么？他说不晓得什么原因哈，我父母亲是不信这些的，那都做迷信的。但是呢，村子里面好像出了一件就是跟基督徒有关的事情，所以父母亲好像突然之间就对基督徒很，对这个印象突然很好。然后我回家去看父母亲的时候，我爸妈主动问我说：“哎，你们信的那个耶稣，很不错啊，你信那
你们信任耶稣不错，前面村庄里面那个谁谁谁他的儿子发生一些什么事，他是信基督的。他说爸妈对啊，所以我现在要去念神学院，然后我以后要做牧师。然后他爸妈说那做牧师也好，做基督徒很好吧，那你喜欢就念吧。你们懂这意思吗？你们有没有祷告？还是你被那谎言就吓死你？不行啊，哎呀，妈妈要叫我先娶老婆啊，啊，妈妈要叫我先嫁人啊，不行啊，先买车先买房，你就是一直有这些谎言在你的里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神都加给你。阿门。有没有问题？拜求。你刚刚演坏人了哈。所以，牧师，像我就问一个坏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公开问吗？还是私下问？不需要公开问。神的话讲吗？那时候在香港，我就想问保罗牧师一个问题。哦，香港你就有这个啊？只是因为我知道保罗牧师你没给我来。如果保罗牧师，我问你，当我要背起十字架，行走时，神的路的时候，但我觉得我本身是无悔的，我是有罪的，我是犯法的，我是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行走主的道路的，我想请问保罗牧师，我应该如何？你们这边觉得你们很有资格服侍神的请举手。很有资格，很圣洁，很属灵，身上有两个小翅膀像小天使那样子，可以服侍神的，请你们举手。答案已经出来了，大家已经告诉你们，没有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你愿意服侍神，那就是你的悔改的开始。你没有资格服侍神，我也没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但是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我们悔改，我们才去服侍神。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不要把罪当作运动。我又来运动一下，每天要去做运动，那是运动。如果有人偶尔被罪所胜，圣经上说偶尔，就是你会偶尔会犯罪的，偶尔，可能你偶尔还会进到一些色情的这个网络里面去的，可能你偶尔还会跟人家去喝两杯，打个麻将，还是抽两根烟，或是看看什么漂亮的女生，还是拿一些不该拿的，这个你都会偶尔的。但是你知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就到神的前面去，叫他施恩的宝座前去，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而赦免。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不犯罪，所有新约圣经里面帖撒罗尼书、彼得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战惊恐惧做成我们的救恩，我们要过使我们与蒙恩的身份相称的生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努力，你会犯错的，但神要使用你。彼得犯了三个大错，神照样使用。阿们，请坐。来，我们为他祷告，你站起来。你这个不是犯罪的问题，这是信心的问题，这是有控告的问题。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我们举手为他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那控告的灵离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控告那谎言控告的灵离开，与你无权无份。撒旦的控告无份了，撒旦的控告无份了，撒旦的控告无份了。所有一切控告的话语，所有一切控告的话语，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除去，没有人能够控告你。神拣选你，神拣选你，神高摩你，神充满你。
那所有一切控告的灵要离开，控告的谎言要离开，真理使你得自由。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感谢这么多人为你按立祷告。阿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申中山先生，他是一个基督徒，都他娶了好几个太太。啊，有些我看了，不过这些我看你所说的人非圣贤嘛，每个人当他信主的时候，可能信主之前跟之后，他都会啊要刚才你说的要自己要警醒啊的心呐 啊像我说不愿置评他几个太过，我所知道他从小的时候是被乡亲父老赶出他的那个居所那边呐、啊。十多岁，因为他打破了北帝庙的神像了，那边的乡村就容不下他。之后他就去，可能去夏威夷他哥哥的牧场。你的问题是什么？是问题是我要知道你对这个看法，他的就是他对，你看后来他对中国很大的影响，是吧？改变他的从贪腐的社会啊改为。我没听懂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你对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贡献就是你的看法。哦，就不用看了，这历史上书就看到多。是说今天晚上你们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个人的问题？啊，问个人的问题，我不要问我。我个人这个理解，对这个你刚才所说的，他外面有很多，就是讲啊，他娶了几个太太，在我们只看的东西不是这样看。我的看东西是，他之后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带很多正义的东西到领导我的中国这个国家。我们是用大体的去看，不是看这些细节的。对不起，可能我别的看法我没有表达清楚。我希望问你们有没有个人的问题，我可以帮你们解答的。那孙中山的问题就让他去面对耶稣以后要审判的，我们就不要谈他的问题了，好不好？你个人有没有问题？你现在有没有？你现在个人有没有问题？你有跟你的妻子有没有问题？你的信仰生活有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我个人的。好 ，OK， 感谢主。有个人问题的，我们来啊。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的问题也可能是大家的，让大家听见。那个耶利米的人是做列国先知哦，那为什么可以讲我们全部人都做列国先知？那是神跟耶利米讲。神对耶利米所发的预言，你相信那句预言，神的预言也要成就在你的身上。为什么这样子？圣经上面信的人。信的人都要得救，他没有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摆上去。耶利米是一个先知，在那个时代神呼召了他，今天这个先知性的话语释放出来了，你有感动有信心就领受，你没有感动你没有信心，你要质问，这个就是神学上的问题。你去读神学，让神学帮你解答，我不能帮你解答。我因为这句圣经的经文，听这篇讲道从头哭到尾，停不下来。我说我这污秽的神怎么会在母腹之前就拣选我？我现在讲说我个人的问题，所以我对这句圣经经文非常深刻。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哎，大家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动。你当然有权利没有这种感动，因为神可能呼召你，让你不是有耶利米的这种印记在你的身上。你可能是大卫的印记，你可能是约瑟的印记。那你要提的神学问题，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回答你。有神学问题，神学问题几百年来了，有不同的状态。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是得救完以后还要再审判？得救会失去，它有不同的解释，有先前千几年，后千几年。神学问题我们不能讨论，好不好？有没有个人问题？你觉得你不是耶利米？就不理解，就因为你想不想做耶利米？做列国先知？觉得太小资了不行？觉得我年纪轻不会说话？想不想做耶利米？
阿门，想就相信就是耶利米。要疑问神的话，不需要疑问他哈。来，还有没有？这边有没有？都没有问题啊！我以前在神学院差点被开除，问题太多，人家后来都不准我问问题。我的问题都是为什么没有24小时的教会？为什么教会的牧师不可以打电话就来家里面为我办一个敬拜赞美啊，这个祝福祷告？我以前想的都是，就是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啊，这不警察局有24小时的，医院有24小时，三三以内的24小时，为什么没有24小时？我的问题很多的，就你们怎么没问题？来这边，好，请说。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像讲，你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好像你要想要传福音给这个人，可是他就很了解你。大声一点，再这样的。因为你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我问的就是，你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就好像你想要传福音给这个人，可是这个人他很了解你，他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知道你有很多就是私底下的问题啊，可是你又要跟他讲耶稣很好，可是这样子就很奇怪了。就好像比如说你是一个这样感觉的人，然后你要跟一个这样的私底的人讲神是很长寿的，可是你自己又很像这样的私底这样感觉，可是你要跟这样的些人传福音，就讲这句话没听的，你是一个假的。我的比喻是讲。就好像哦，小乔，大家小，不是我的 A 照，老家小车嘎车，雷嘎嘎车改小车，你这是广东国语的这种表达吗？感谢主持人给我智慧，驾小车加大车 ，OK， 好吧。我要这个是 example 啊，要比喻啊。Example， 哇，你这真的是挑战我，还好我有智慧。Example。我要传福音给这个人，跟他讲，我身上很长生很富足啊。可是这个人他家可能比 N W 家，可是我是这样感觉，我证明不了我真话，你明白吗？你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问题，为什么？你根本不能证明你讲的话，只有神可以证明。你很勇敢。我告诉你，你现在传福音，你们传福音，你们会碰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人家不信，一种情形人家信。你没有传福音是你的错，你的责任；你传了福音他不信，那是他的错，他的责任。我再讲细一点，今天你传福音给他，哎呀，你讲这些我不相信，外国人。洋人的东西，他不相信。然后呢，你就很急，他是你的好朋友，这么好的，你怎么不相信？你就很急。然后他看你急，哎呀，你不要讲这些了，他就排斥你。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圣经上面为福音的名受辱，为基督的名受辱。耶稣他为了他的人而来，他的人排斥他。你没有受过排斥，你没有受过拒绝，你不能够明白认识耶稣他被排斥被拒绝的感觉。神也要允许这些排斥这些拒绝，甚至于这些失败在你的身上，让你去经历耶稣他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你们这边有没有教顺服课？顺服课要上吉他啊？顺服课有没有可不可以上顺服课？60分钟、120分钟上一堂顺服课，我回去我就顺服了。顺服是没有办法上课的，顺服是有一个真理的教导以后，然后你说主啊，我愿意顺服，然后神就把功课加给你，你懂不懂？然后你就因为所受的苦难学到了顺服。
如果没有苦难，你的顺服是假的。难道都那么简单，十一奉献，这个奉献生命，背十字架，你要有经过一些挑战、一些苦难的，这么好的福分，我没有拒绝了你。主，我感谢你，我没有拒绝了你。你给我智慧，你怜悯我，让我能够相信你。你若不打开我的眼，不打开我的心，我不能看见你。你为什么不是佛教徒？你为什么不是回教徒？你为什么不是无神论者？你有比这些回教徒进阶比他们好吗？未必。那是因为神怜悯你，怜悯你，拣选了你。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神怜悯你。所以今天有人拒绝你，感谢主，主啊，这么好的东西你赐给了我。因为他的拒绝，因为他们的拒绝，我才知道我是多么蒙福的人。Amen。如果他没有拒绝你，感谢主，你就传福音成功。所以拒绝你，感谢主；不拒绝你，也要感谢主。Amen。不要在乎你能不能说服他，不要在乎你是驾大车、驾小车。我常出机场的时候，人家说：“哎，要不要坐车？”我说：“我的司机，我的那个直升机的司机在外面等我。”他说：“什么？”我说：“直升机的司机在停机坪等我。”意思就是你们这些计程车司机不要吵我，我是坐直升飞机的，你要有信心啊！哎，妹，这边有没有问题？49分，还剩10分钟，哎，请说。啊，牧师，我想请教你，因为我本身信主一年，我知道，但是你不是昨天坐的位置都一样，你没换位置。来，我前面。我不会，很会传福音啊。啊。就说请教，以前我太太，因为她回天家，她以前是教导我传福音。好。只是传福音，她只是。教导我不是还会传福音方面啊，他最后现在回天家，变成是说，我需要就说，我的心是很渴慕啊，去传福音方面啊，你认为你很不会传福音，对不对？不像你太太那么会传福音，对，所以你不知道如何去这个，实践你。妻子的遗志，他死掉的前的愿望就希望你能够很会传福音，是不是？所以你担心这，对对，你不会传福音怎么办？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对，好，请坐。这个有很会传福音的，请举手。有没有很会传福音的？很会传，很会传。没有一个人很会传。我。比较谦卑的说，我很喜欢传福音，常常传，好像也比较会传福音。可是，如果神的圣灵不动工，我们讲的再多，人家不会信。有的时候我们很累，已经不太想传福音，但是他就坐在你的旁边，圣灵就会催逼你。哎，你要去讲道了，你的见证在哪里啊？你为什么不愿意把福音传给这个人？所以圣灵催逼你，你就很不是那么热情的，稍微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降世为人，洗净人类的罪的道讲了一遍给他听。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说好啊，你就回来祷告，他就信主。我说哇，我其实是很不想讲的，很累，想睡觉，在飞机上面。但是圣灵催逼你就讲，所以不应该是讲说我很会传福音，我很不会传福音。我们有许多那种世界的标准，拿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是错误的。
神又给我们恩赐，五重执事的恩赐，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传福音的职分，牧师的职分，教师的职分，教师是第五，第一是使徒，宣教士，先知，传福音的，布道家，牧师，教师。我们手一起举一下，使徒，大拇指动一动，食指，先知，长指，传福音的，牧师，无名指，小指，教师。大拇指共一起举起来，使徒，使徒，其貌不扬，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言语粗俗。大拇指是不是很丑啊？有没有觉得大拇指很美的？但是它是最粗壮、最大的。动一动你的食指，先知，先知，先知是常骂人的。平安，平安，假先知。弟兄姐妹，没有平安，哪里有那么多平安啊？你看到处那边打仗、地震、海啸，这世界末日快到了，耶稣快要回来审判了，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我相信。所以先知性的话语是警告性的话语，先知性的话语就是神说，耶和华神说，圣经说。说人家是讨厌你的。先知性的话语不是讨好人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我是受两个神学教育的，我是讲道有起承转合的。我十年来我没有办法看讲道讲道。先知性的话语，先知性的话语，一边在讲一边祷告，神的话就一边来。先知性的话语，所以先知性的话语不是去讨好你的，让你难过痛苦的，那就对了。先知性的话语，传福音的这个宗旨最长最远的，传福音去撒种发单张的，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使他成长的是神，阿门吗？所以传福音的是跑最快跑最远的，这传福音的他可能是卖菜的。这传福音的他可能是送货的，这传福音的他可能是任何人，就是他喜欢讲，喜欢他讲，哎，耶稣爱你哦，哎，来教会有什么传福音的，哦，跟人家做的，我说你不用认识我，你要认识我所认识这位耶稣，神要祝福你，哎，信仰信仰够好，信仰有用吗？我能多做一个客人吗？我说你相信就好啦。那因为短程建车你也讲不了这么多，下车80块。100块不要找，我的上帝很有钱，他不认识我，我用20块钱把他加深他对听到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被传扬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了世人的罪，为了你的罪，你知不知道你是罪人啊？吃惊，哎呦，那个罪人的话，我找小太太，他认为他不是罪人，信耶稣就洗净了你的罪。那很快就10分钟、20分钟的时间，哎，没有那么嘛，信耶稣会赚很多钱吗？耶稣也不会给我客人下车说多给他20块，撒种，撒种，传福音的是撒种，牧师无名指，牧师是没名的，牧师在默默的在赶羊、管羊，名目都要小心。耶稣是大牧者，他没什么名目。那牧师的工作就是无名指的工作，他为你祷告，为你守望，牧养你，因为他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你不要为难你的牧者，你为难你的牧者，他很难在神面前交账。最后你也难交账。牧师无名指，小指老师，
教师要有恩赐。小朋友，我们来念约拿记。从前有一个先知，他叫约拿哦。等一下哦，不要抢哦。来来来，坐好坐好。有一个先知叫约拿，上帝叫他去。等一下，不要吵，那你们坐吧，好不好？哎，你们不要吵架哦。好，约拿记，来，我们翻到约拿记，有一只大鱼把约拿。老师，大家讲好了，哎，不要吵，不要吵。约拿记，教师要有爱心，要有耐心。小朋友的第一个牧师就是教师。就是主日学的老师，我这种人是不能当主日学的老师的。我一进去不小心踩到小朋友了。感谢主，我现在很有耐心的。你们进到我的 FB 里面，你看我的很多的我的小粉丝都那种青少年的，因为我以前啊，我以前对小孩子我没有爱心。我女儿一出生，我说怎么这么丑？真的真的，我们以前很糟糕的，我以前就是那种。怎么这么黑这么丑啊？后来我就认罪，现在漂亮。就但是神让我回来以后离开家以后，神给我很多年轻人、青少年，训练得很棒，太棒了。那种十三四岁、十四五岁那种，很敢传福音。哎，尼姑阿姨你好，我可以给你一张单张吗？尼姑阿姨你好。真的，我找得到的。我们碰太多了，看到尼姑，他说：“尼姑阿姨你好，你有听过耶稣吗？”啊，那尼姑站在那，没有。我可以跟你讲耶稣的故事吗？就跟他讲耶稣。我可以给你一张单张吗？他拿了单张走了。我不会做这个事的，但是小朋友上了我们课。耶稣要救所有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神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那我们没讲耶稣，也没讲尼，也没讲尼姑，也没讲和尚。但一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尼姑走来，他说：“尼姑阿姨你好，我可以跟你讲一句话吗？可以，你认识耶稣吗？”我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OK， 为什么？就是神让我有这些小朋友来满足我以前没有跟儿女有互动。所以年轻人是很棒。他为什么讲这个事情？为什么讲到这里？啊？教师。所以教师要很有耐心。然后啊，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什么？我们那天就查了一下，5万块哦，就是5万个银元，一天工作就是1元。平常我们读圣经没有时间去查这些，没有那么多耐心。有人哇，希伯来文、希腊文原文，然后这个英文的什么这些，哇，看了一大堆书。我说，对我而言呢，我们在外面传福音，圣灵感动，我们就跟人家讲，有人是讲钱，有人讲这个，反正讲很多事情。你没办法讲神学的事情，所以我就比较没有这种耐心。但有人对圣经非常有耐心哦，什么约雅金王、南北朝十个王朝名字背得清清楚楚，我都背不起来。所以五重知识。教会里面有五重指示，神的国度里面有五重指示。一个牧师他可能可以有五重指示，牧师，但也有可能他只有三重的指示，那需要肢体中间有另外两层。大部分的牧师他也是教师，大部分牧师也是教师，也牧养也教导。但是现在的神学教育底下的体系出来的牧师教师不是传福音的人，因为他是念神学，他念完神学给他一个文凭，然后到教会服事，然后案例他做牧师教师，所以他对传福音是没有经验、没有负担，甚至于没有恩赐，所以需要很多没有神学教育、没有神学背景的传福音的人。恩赐搭配，先知性知识就是说你是真的是悔改重生，那神也把很多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你开始祷告，你为世上的灵魂祷告，你会流泪，为你隔壁的人，为前面的人，为后面祷告，你会流泪，先知的眼泪，先知性，
使徒，使徒就是什么？使徒就去整合这些人，只有大拇指可以跟所有的四工都联合在一起。你们其他的指头可以连在一起吗？试试看。只有大拇指可以跟所有的四工联合在一起，可是其他的是，所以需要有一个会整合的，把这些人整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会有宗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不来往？这个牧师跟那个牧师，这个是基要派，这个是灵恩派，这个是保守派，很多就是派来派去的，不来往的，不来往，来往不了。手动一下看看，手动一下，手动一下，没办法靠在一起。你有没有办法两个指头靠在一起？很难。食指跟小指可不可以靠在一起？可以。可以一点点。啊，但是。但是你的大拇指它可以全部都靠在一起，然后呢就变成神的手就出手，就击破所有黑暗的权势。阿们。五重指示要合在一起，五重指示要合在一起。那使徒信的工作的人，他就是要去做这些整合的工作，让所有教会的恩赐搭配在一起，去击破黑暗的权势，击破我们这边黑暗的权势，前后左右的黑暗的权势，让神所量给加利略山教会，加利山教会在新山加利山教会，加美地界能够同神一人，阿门。10:04，还有没有问题？没有时间交给牧师哦。你看，现在说要走了，没问题了。好，最后一个，牧师啊，我一个也是关于传，就是宣教的，就是传福音的一个问题啦。哎，那么如果我们就当我们要去传福音派单张的时候。对，那个我们就要派给那个外邦人，那个外邦人他知道我们要跟他传福音，那他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佛教徒啦，那重点是他也很排斥那个基督教，就基督徒啦，对，我们要怎样跟他建立一个友谊，把福音传给他？你爱不爱世上的灵魂？爱。你爱世上的灵魂，神知道，撒旦也知道。你愿不愿意为世上的灵魂祷告，甚至于禁食？属灵的征战，你去抢他，撒旦也抓着他不让他走。所以发单张不是去派这个披萨店的单张、洗衣店的单张，1000张发完了我就交差，然后我就领100块。不是，你要相信每一个单张，你如果带着爱心。你凭着信心按手为每一个单张祷告，神会使用这些单张，是不是会马上使用？你不知道，因为主权在神的手里。有的人可能是听耶稣的名，30年前、30年后信主，你不知道，神要你是做撒种的工作，你就去认真的撒种。今天。你们看见这个美国宣教士三代宣教士的家庭，你知道他受到多大的抵挡吗？那比你大想象太多了。那些什么佛教徒什么这些，他看了他们都讨厌他，咒诅他的。但是神要他站在那里，他就站在那里了。他就是拍单张，没有人给他拍手，也没有人说当场跪下要悔改，没有。他的工作就是派单张，就是举牌。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神会不会感动你做这事？不知道。教会的领袖说：“我们出去派单张，我们就去了。”所以人家排斥你，人家接不接受你？祷告，你应该跟他交朋友。
昨天我们谈了一句经文，在路加福音，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对不对？我有一次到厦门去，一去厦门坐下来吃饭，两个同工接待我，吃一顿饭下来就把老板、老板娘、他儿子三个人带了信耶稣。因为我们去那里，我们看了这家没人，这家也没人，那他也看到我们了，我们就看一看，我就说上帝要来祝福你们了，你们要不要上帝的祝福啊？他没生意，他当然要啊，要，请坐，请坐，请坐，就进来了。他左右何必都没邻居，但是我已经先投石问路，上帝要来祝福你，你们要不要祝福？要，请进，请进。然后进来以后就讲了，我们是宣教士，我是牧师，有没有信耶稣啊？教会就在这附近了。刚讲完，来，我带你们决志信耶稣，三个人就决志信耶稣了。后来也去教会聚会了，你要有智慧啊！你让他知道，如果这个钱可以花在这里，我也可以花在这里的。我潮州有一年我去了六趟，我去买行李箱，行李箱坏掉了，这次来行李箱也坏掉了，不晓得去哪里买。去买行李箱，我就祷告，我的主，你要我花钱花在哪里？我花钱花下去，我要传福音，不传福音，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这钱花了，这我不舒服。我们就走，哎，我就告诉他，哎，我说你们这附近开这个行李箱店的蛮多的，我就先告诉他，我已经知道有很多行李箱店了，但是我要来你这一家，因为上帝要祝福你。然后我进去的谈话，他还敢拒绝我吗？应该不会那么不识时务，所以你用猪般的智慧传扬他，不要存太大的得失之心，可是你一定要有爱灵魂的心，因为这不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生与死。生与死差别，当然我们真的不是那么属灵，每一次出去都哭得痛哭流涕，或者是这个进食祷告，没有。但神的恩典也是在我们每次的工作上面就做到。Amen。牧师把时间交给你。